要不要扫树叶？有很多叶子，扫干净。先把这里扫干净，这很多叶子。这是叶子，把它扫干净啊。机车来了，扫这边。你不会扫哦，就像家里要扫把一样。姐姐不要跑，撞到了。捡起来。捡起来，捡起来，我们把它放回去，你都不会扫嘞。我们去捡落叶好了，对，把它放回去，那边往前面，往前走，火车错地方了，不是这里。放扫把的家，这里不是。对呀。好，我们去捡落叶了。去捡一片叶子，上面有鸽子哎。